就在那上班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理我了。对对对，干嘛呢？你怎么穿这样就来了？找我上班呢？你不是最喜欢美少女战士了吗？不是我上班的地方，你这样来，你丢我脸吗？哥们儿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好好聊一聊？我问你要干什么？把节目组找一下，你看。主任，你看看他，天天就这么对我是吗？在家玩游戏，在外面玩滑板，一天都不理我。你看看，在家玩游戏，在外面玩滑板，没有一点时间是给我的，一句话都不跟我说。我给他空间了呀，你说我今天穿成那样去了是为什么？在家里居然跟我画了一条三八线，你说他过不过分？对，我们住在一起，可笑吧。我不是不让他过，他每次回到家了之后把衣服啊吃完的东西摇哪乱扔。我这人是有洁癖的，我不喜欢我自己的地方被别人弄脏。我感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，好吧？我们都在一起了，你跟我说独立的空间。我们俩是在一起，但我们是独立的恋爱，好吗？你就这么对我是吗？你以后还会这么对我是吗？行了行了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。这表我新买的。哥们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他不就想要这个吗？表是新买的，我给你，送你了，行吗？跟你在一起就这个是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啊，这是干啥呢？这是男朋友家里的。爸爸，你有差这个是吗？谁没有啊？不要这样离开我，恨太多没结果，往事重提是折磨。半生陪着你，我已花落了八朵，你有伤别再拖，好心呀，总放开。